我们请我们的公主会坐在对面，来，公主请坐好。公主请坐好，这是吧？对，上炕了。公主上炕，公主上炕啊，到东北炕头了。你先下，嘿。然后你滑过来之后呢，你要对我们雪琴说一句“公主请什么什么什么”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首先要接受挑战的会是谁呢？第一个要上场的是徐凯和迪哥。哇，必胜，必胜。我俩是卯先吧，你先吧。迪哥行吗？来吧，我们只有天然的劣势。对对，徐凯那么高哈、啊，我这个都走都能走过去吧。我看看，90公分，你现在选一个，选一个，肯定要往下降点吧？到那当然，先到65，漂亮，65应该。哎，你只有一次，他只有一次机会，是不是？迪哥怎么有优势？你直接选个低一点的。迪哥直接25，35，三十五。三十五是肯定可以的，这你肯定可以。我从65直降20，你这绝对可以。要不给你保险一点，40好吧？四十，保险一点啊，40。来，加油，迪哥，我来。好像可以。走。迪哥，你的腰还是要用的，没必要。来，准备挑战开始，走。哇哇哇，三十，好像真可以，但是这下有点砸下去的那种。因为你太紧张了，他完全没问题。我是一个扁平的人哎，但是他没有说公主请什么，公主请下炕。公主下不去炕。好，现在呢，迪哥的成绩就是40，好不好？40，练，35，我觉得你35肯定可以。不行啊，那你就40，你就40，你肯定可以。你就40，追平比分。其实今天真的我做不了这个，因为我明白你之前那个训练，前两天练猛了，那个腰，但是我又不想我们胆小鬼队会输。你不会输的，这个你肯定可以的。现在是多少？45是吧？没事，你50，一会儿让鹏鹏追10厘米。真假的，鹏鹏？他有能力，他是专业，他的专业啊。什么？我麦都没举起来。那我40吧，好不好？就40，对。我就一次机会，我可能牺牲了咱们队的唯一一次机会了，靠你们了啊。好，40。40。稳一点。刚才迪哥也是40，对吧？那就平了，跟我一样。平了，没关系。那你好歹再降5厘米啊。再降5厘米吗？跟我一样没什么意思，我这个子根本压不下来。哎，可以、啊，可以，你完全可以，35。哎哎，怎么就可以了？肉眼一看着不像啊。我们但凡他零分的话，那后面两个人好难啊。那就40。那就40。所以我是没得选的是吗？你可以，40，没问题，稳稳的，来。加油，凯凯，来走。好帅，公主请夸我。你太好了，你太帅了，哇！ Thank you。 你好柔软呀，好棒啊，轻而易举，真的40轻而易举。早知道就30了。现在双方打成平局，都是40厘米。接下来第二轮要上场的是彭昱畅、秦霄贤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先，我不行。彭彭走过去都不方便吧？我跟你说，老秦。这种游戏老秦绝对是王者，你别看他好像平时那个瘦瘦的，他体力特别特别好。老秦15可不可以？15还是10？老秦10滑十吧，变成一片肉片滑过去。20吧，二十吧，15我肚子都过不去。25吧，跟十，20有点夸张吧？20有点夸张了。25，我觉得25他肯定能行。老秦化作一张披萨滑过去，他薄。老秦这个肯定可以，对不对？25应该可以。
这也太单薄了吧，这也。是可以，三十他绝对稳稳的，可以的。好，三十。太狠了！哇！来，准备，挑战开始，二三，走。说话说话说话，公主，你看我滑不滑？滑，年轻啊，年轻啊！现在老秦的成绩是三十，鹏鹏这边，鹏鹏加油，追他五分，二十五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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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他打平呢。啊，鹏鹏你没问题的，鹏鹏，鹏鹏一直打平没意思，直接二十五，直接。直接十，哎，我觉得二十五鹏鹏可能可以，哎，毕竟是你最擅长的。你要挑战，你要挑战二十五，真的给你两次机会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啊，那就三十吗？还是三十？那三十，好，三十啊，来啊，还是不要给自己有那么多期盼了。要不你滑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吓你一下，你说不定一下就跪下去了，给他吓回去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游戏的冠名商也是我们的灵感来源，彭昱畅登上了跑道。帅气华贵，走！走！哎呦！哎呦！直接卡在了肚皮上！锁喉呢？怎么？锁喉咋办呢？求求了，再给一次机会吧，再来一次呗，求求了，再一次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你我跟你说，你三十五呢，你刚才差不多，咱们赢了，咱们赢了。我听到芙蓉飞在后面说他们赢了，我真的很心痛，他们太狂了。因为我后面想了想，我们不一定要赢他们，我们只需要把转盘转给张延吉就行了。哎，最后要三个人受罚，哎，我们队总共四个人。你就想我们三个走呗。好，加油，彭昱畅，第二次挑战，走，加油。哎呀，又走红。哎呀，一模一样。鹏鹏的优势在于跪的脆，对，跪得很快。不行不行，就是这样过去。怎么滑完以后头变大了呢？真的摔肿了。而且鹏鹏在助跑的时候，他的嘴一直这样。大哥，二十五吧，来个二十五吧。我说，这个游戏十几年前啊玩过啊。二十五三十呲溜一下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时至今日，明白，年纪在这摆着呢。那你别提年纪，你提年纪我觉得你在点我。大哥你多大，我给你摆多高，来，你三十。三有三三吗？大哥二十五吧，来个二十五吧。来来呗。那给我两次机会。两次机会，对，这就是二十五。你可以两次机会，你帽子行不行？帽子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小马甲脱了吧，来。大哥，我先试一下，来，加油加油！哇，他绝对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大哥加油！弹镜子挑战二十五厘米，来走，可以，二三，走。
哎呀，跪晚了一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公主，静姿啊，公主，公主，请扶我起来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，公主唠嗑呢。我觉得你可能跪的有点晚了。跪晚了，是不是后面没油了呀？怎么说？还是加25吗？还是30？慢慢慢慢。30吧，30啊，30吧，30吧，30。你调整一下，大哥，调整能力，对，调整一下。准备，弹剑刺挑战30公分，走。好好好好好，不对不对，你这个手，再来再来，这个手的问题，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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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问题，公主来了来了，公主请再次扶起来。麦的问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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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麦真不行，这个麦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放过他吧，是我的问题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胆小队呢可以在勇敢队当中选2个人进入到自己的队伍。好，我们开始来转盘了。